角和自由发展，终于可以喝上我的小酒了。你好好喝啊，要不要干个杯先？我们给儿子，给儿子也干一个。宝贝来吗？干杯。干杯，干杯。好了。穿衣服，我们去散步。举起，举起。哎呀，好，好了。你爸爸在玩啥呢？把脸都急红了。小大宇啊，你看你这是怎么搞的？我今天这个第三次了吗？还没有。他是有多喜欢吃猕猴桃啊。掉了点垃圾。这两箱猕猴桃呢是一个朋友送给我们的。那先说明，我们不是为了要直播猕猴桃而拍这个视频，而是为了感谢那位朋友而拍的这个视频。刚开始他说要给我寄，我觉得不好意思，后来他一再的强调，看出他是很真心的。我想着说他行，那你给我猕猴桃，我到时候我就还你翠蜜金桔，我就收了这一份礼。真的非常非常非常感谢，我儿子很喜欢吃，所以视频还没有拍之前，我儿子已经吃了好几个了，很感谢你。今天是他们当地的特产。爸爸，他因为经常看我宝宝的视频嘛，他就想着说要给我宝宝寄一点。我和老师都挺开心的，他现在吃东西真的不用我们管了。吃完了，看，这个是一个梧州的姨给我们寄的月饼。站的腰疼，那快吃完了吗？还有，宝贝还有，而且这还是梧州，好像说梧州最好的酒店的月饼，这是我朋友他自己去买的，然后送来给我的。很多人说这个网络会有真情吗？其实真的，人间有真情，网络上。那么喜欢尖叫了没？给他玩一下。他会知道让我打开，现在已经骗不了他了，什么东西他都要我打开的。这应该是很好吃的月饼，我先去试一口。我给你试一点，还没到中秋，我们家水果也有了，月饼也有了。在这里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在任何地方都会有真情。在我们做视频将近五年的时间里面，我真的这个感触很深很深。在这期间，就是真的是有很多很多对我们很真心很好的朋友，然后支撑着我一路走过来的。以前钓鱼的时候啊，就是全国各地走到哪里，
都能听到一些钓友的喊一句人在摇，无论是在码头还是就是他们是在坐船飘过还是说在任何一个钓点看到都是云姐云三条，就那种幸福感很强，觉得哎朋友就在身边。然后后来回归家庭带孩子，就真的碰到了很多不友善的，我曾经都想过要放弃了，不是说不能接受批评，而是不喜欢在一个很不和谐的那种氛围里面去过日子。我喜欢是时时刻刻都大家都充满温情的，就像我们村一样的啊，你给我菜，然后我给你这个，就大家这种很就是相互之间就是你来我往这种很幸福的这种氛围是我所喜欢的。但好在真的有很多很多就是同样跟我有一样的这种心愿的朋友，就是很友善的对待我们。这一次这个习惯怎么改？这一次其实不只是这两位给我寄东西，其实还有很多朋友都给我发私信说要地址给我寄东西，真的非常感谢。因为我也没有时间及时的去看私信，所以有时候私信可能我都没有看到，但是你的心我都领了，非常非常感谢。不能及时回复的也请你们谅解。就无论是月饼也好还是猕猴桃也好，这些对我来讲都是人世间弥足珍贵的温情。那这些温情会支撑着我和老肖在艰难的岁月里面，现在虽然不能说是很艰难，但确实是挺艰难的。我们现在的养孩子，我没有时间去做其他的事情，然后果园最近又发生了很多的问题，我们两口子现在都是压力很大。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依然会用视频来展示我宝宝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然后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正能量的一些事情。谢谢你们，预祝你们中秋快乐。爸爸，好，爸爸来啊，来干杯。哦，干杯。